主，现在可以让你仆人安然离去，你话已经应验，因我眼已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主，你在万民面前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真光，又是主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荣耀归于圣父，归于圣子，以及归于圣灵，起初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也必如此，世世无穷。阿门。